好，我们看第31题，来，我们找 x。So 把这个搬过来，我的 x 是等于124加2034，所以1242034加。我们知道 base 它只有那个0123，我2加3是5。然后五减四等于一，一进位一，然后二，所以它答案会变成221倍四。好，加搬过来变成减，所以我的 x 等于101001倍二减10001倍二，所以它变成11000。base 二，so 101001 base 二，10001 base 二减一减一零，零减零零零减零零一减零一，OK，然后这一个 base 二我借二，所以它借二，二减一一，所以它变成11000 base 二。这一个我把这个搬过来，这个搬过去，403 base 5减124 base 5等于 x base 5，所以我的403 base 5124 base 5减不够借3 base 5借5减4一加三四。四减二二，三减一二，所以它会变成224倍数。这个一样，哎呦，所以我的2341倍9减3302倍四等于 x 倍7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有0123。2个9 power 3，加3个9 power 2，加4个9，加一，所以它变成1738，减掉3个4 power 3，加3个4 power 2。加二，二四二，所以这一个是1738减24，所以它是1496 base 10，然后 base 7的话，1496七，27417726371余五，七3721零。余三，七四七二十八余二，所以它这一个是4235 base 七。好，五 power 四其实是625，所以在这边它的这一个 x base 九是625 base 10，所以我的625我换成 base 九。9545，75，89，72余3，然后再来9，9654，然后余4，所以它这一个会是643 base 9。我这边有东西又做错了，625除9的时候，那是69。哦，我这边弄错了，所以它这一个是六九六五十四就85，9，然后余三，然后9763，然后余三，所以它会变成733，
OK，七，然后97就是733，所以是733 base 9。然后看一下啊，这边是69除9的情况之下，七，然后9763，哦，一六这个是六。好，所以它是763 base 9，你看这边这个其实是四来了，OK 764，OK 就9654，然后859981于四对764 base 9，好，接着 is base 四等于这个 base 八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，这一题0123，所以它这个是两个八 power 三加三个八 square 加七个八加四。所以它是1276，所以1276，我要除四，四三十二，四一四，四九三十六余零，四八四三十二，七四二十八，三十九九余三，四一四四九余三，四四十六余三，四一四余零。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103330 base 4。这题哦，其实它有另一种做法。好，这一题呢，有一种隐藏做法。我们把 base 8换 base 2的时候很简单，2的话它是10010，3的话呢是011。七的话呢是111，四的话呢是100，所以这个会变成 base 2。然后我两个一起来看，两个一起来看的时候呢，这一个零一一三一一三一一三零一，然后它就变成 base 4。所以 base 2可以去直接换去 base 4。就是说，在 base 2这边的时候，零零是零，就是这样。这一个是 base 2，这一个是 base 4，零一一一零二一一九三，跟八也是有这种类似的那种变的方法。好，哇，接着的这一个呢，我换位之前我先把它换成 base 先吧，所以我在这边零一二三，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所以我这边有二 power 八加二 power 六加二 power 五，然后加二 power 四加二 power。加二 power 一，二 power 零，这个是375。然后这一个是 e 乘八 power 三加七乘八 square 加五乘八，这个是1000。所以这一个加这一个会等于这一个，然后我把这个搬过来，所以我的这一个会等于1000减375，它就会变成625。625其实是5 power 4。
所以我在这边625是5毫升，所以我的二分之一 x 加3等于4，二分之一 x 等于1，x 等于2。这一个我把它全部换成被实现，零一二三四，零一二三，OK，五个气 power 二加三蒸汽，266减。x base 五，二 power 十加二 power 三加二 power 一再加一，这个是27，减掉两个六 power 三加五个六 power 二加。两个六再加一，这个是六二五，所以我的这个搬去搬，所以它就266减27加625等于 x base 五，所以 x base 五会是等于266减27加625，860。所以我的864要换成 base 5的话，155，75，520于4，5315，5420于2，有东西做错了。我这一个弄错了，这个应该是 power 3来的，所以是什么？3 power 4加3 power 3。然后再加三，再加一，所以这个是一一二，所以它在这边是减一一二，所以就266减一一二加625，它变成779，所以779除五，155，525。五二十五于四，五三五十五，五一五于零，五六三三于一，五一五五于一，所以它会变成11104 base。这一题呢，标准的做法啦，应该是把它换成 base，然后再加减再换。可是呢，这一题呢，有一种很神奇的做法。我把减搬过去变成加，所以它会变成一一 base 二加一等于二 power x 减一。e base 10跟 e base 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这个跟这个加的时候呢，我一一 base 二加一的情况之下，它就变成10000这样 base 二，一加一一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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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它这一个是10000 base 二，然后这一个是 power 01230134，所以我就一个二 power 四等于二 power x 减一，所以 x 减一等于四，x 等于好，那个普通的做法我就不讲了。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，它这一个是零一二三四，所以我就二 power 四加二 power 三加二 power 一，对，这个是26，加搬过去变成减五 power x 减一等于25，五 square，所以我的 x 减一等于二，x 等于三。然后加完过去变成减，哇，这题
所以这里跟刚才那题类似，加方就变减，所以这个16我们有2、4、8、16，16是2刨4，所以2刨4 3x 减4等于1，然后这边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0，base 2，我把加方过来变减，把这个就减掉了，然后0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这一个其实是二刨六，这一个是二刨12x 减16，所以我的12x 减16等于六，12x 等于22，x 等于22个12等于11个六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接着。哇，这一题呢，它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一边呢，我的 x 呢，OK，我现在我知道它答案是 base 7，但是我就在心里想 base 6，它会是零一二三四五，所以这边有最高是五的时候，它可以是 base 6。然后七八九，OK，它有可能是这一些，OK，所以它在这边有六有七，然后有八这样的东西。So 这个我把它搬过去，四五一 base x 等于325 base x 加123 base x，然后假设我有325 base 6加123 base 6。OK，然后它就会变成五，然后452 base 六，五加三八，八减62，OK，所以它变成452 base 六，所以这一个就不对了。然后我有325 base 七，123 base 七加上来的时候，五加三八。八减七一，然后五四五一 base 七，所以 x 七，你要一个一个去尝试。好，这一个我最高到三，所以它可以是四到九。我先升四先201 base 113 base 加上来10。一加三一零二，三二零 base，所以 x 是，然后这一个它可以是它最高到四，所以我的 x 可以是五到九，所以三一四 base 五，104 base 五，OK，八减五三，一二四，四二三 base 五。所以 x 等于五，好，就是这样。